我们是全台湾最大的新闻传播学院，我们拥有最完整的新闻科系。我们除了在广度上是涵盖了全传播的领域之外，我们在深度上来说，每一个学系都有自己研究所，而且我们拥有自己的博士班，在台湾也是算非常优秀的一个高等教育学府。我们的传播博士学位学程从1997年设立开始，至今也迈入第17年了。在这17年当中，我们有将近50位优秀的传播博士毕业，而且我们也是全国私立大学当中唯一的一所传播博士班，培养出能够具备反思、实践以及创新的人才，是我们的培育的教育的宗旨和目标。那这个教学的过程，我们期待横跨三个重要的专业领域，一个是语义与策略沟通，一个是传播科技以及影响，第三个是文化行动，还有这个参与式传播，这重要的三个专业的领域，期待在这样的特色之下，我们能够培养我们的学生对于传播学理、对于传播法规与政策以及传播实务能够进行反思、实践以及创新的高阶专业人才。世新新闻系是世新大学最悠久的一个系，所以它有相当好的口碑。那么世新新闻系呢，传统是培养纸媒的能力，可是这几年我们已经走到媒体汇流的部分，我们从广播电视网络，还有我们传统的报纸跟杂志的编辑，那这个都是我们的专长。我们在1、2年级的时候有相当的基础的课程，比方说编辑采访、摄影等等的哈。到了大三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好的校内的实习，我们叫做小世界。那么小世界里面有4个组，一个是报社、报纸组，一个是电视组，一个是广播组，一个是网络组。那么经过这样子的历练之后呢，4年级的学生就到校外去实习。那实习完了之后呢，几乎都能在毕业之后呢，能够直接顺利的跟业界接轨。世新大学广电系呢，我们从1962年成立到目前，我们超过半个世纪，我们培育出了数万的广电的人才。在这样的与时俱进的过程里面，我们的课程也不断的做修整哦。我们希望在广播、电视、电影，他们除了传统的制作能力之外，它必须要结合所谓的数位媒体汇流。所以我们在我们课程里面，我们结合了一些行销、公关、互动多媒体，甚至我们今年我们开始有了所谓的无人空拍机的这样的课程。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呢，除了在理论跟实务能够兼备之下，我们在声音还影像的训练，我们要同时兼备，让呢学生呢在整个学用合一的前提之下，让进入职场里面它是没有衔接的距离的。我们除了专任老师的这样的基础的一个教学队伍之外呢，我们也延揽了非常多的所谓的外界业界的所谓的业界的师资，不管在广播、电视、电影还有研究所的方面，我们延揽这些在整个业界非常资深的这样的老师来加入我们的基础的教学的行列，希望呢透过这些业界师资的加入，让我们可以开花结果，培育学生更厚实的基础的制作能力跟美学的素养。我们图传系基本上结合了西方的摄影跟我们中国东方的设计跟印刷的角度来看事情，除此之外再结合新的科技，成为我们系上四大核心主轴，印刷、摄影、设计跟出版这4个领域。除此之外，我们特别强调有非常非常扎实的理论基础，加上非常务实的一个实作的经验，再结合了业界所提供的机会，让每个同学能具备有SOHO 族的能力跟层次，我们特别强调国际观，因此我们在这个方面领域也做出很多很多的事情，让同学能够真正成为具有国际观的一个出版人。
广告学系主要的目标是培养全方位的整合行销传播人才。我们的课程设计主要分成公共关系和广告这两类。那在大一的时候是有一些基础的概念课程，那到大三的时候我们会跟业界做一些所谓的实习跟学产合作的课程，所以相对到了大四的时候透过毕业展这样的课程能够延续大一到大三他们所有的理论跟实作的技巧，到了大四做毕业展。那毕业展其实我们有实际的个案企业主，让同学在整个企划的方向上面能够在实作的过程里面能够真枪实弹的去把顾客的使命完成。非常希望能够训练学生，第一个要有清晰的消费者洞察的能力，第二个能够从做中学学中做，能够把他们学到的理论运用在实际的课程里面，那也带进产业的这个所谓的相对的教育训练跟 know how， 帮助他们能够透过实作的方式把自己的能力训练出来。世新大学口语传播学系成立于1992年，是亚洲唯一的口语传播科系，成立至今已有25年，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始终致力于东西方修辞语义传统的融合，也致力于台湾本土社会里头语言表达艺术的实践。在这样的目的下，我们设计有3种课程模组，第一种是表达，第二种是沟通，第三种是协调。在这3个课程模组下，学生们从1年级要修习演讲学，2年级是语言与逻辑，3年级是辩论，4年级则重视谈判能力的培养。口语传播培养出很多学有专精的表达人才。近几年我们在国际以及亚洲甚至华人的辩论比赛，我们的辩论队往往有很好的表现。那我们的简报美学在研究以及课程以及竞赛上，我们也得到各界的好评，纷纷与我们展开合作。世新口传名不虚传，世新口传代代相传。资讯传播学系在新闻传播学院是一个最小的系所，我们只有1个班级，50位同学。但是呢，我们的学生所学跟其他的学院最大的差异是我们是跨域的学习。那首先我们学生跨到3个不同的专业的领域，是资讯的设计能力，以及知识的加持能力，以及最后的网络传播能力。那透过这3个领域的学习，最后我们学生要把这3大能力做最后的终整，那透过毕业的专题把这3大能力结合在一起。资传系同学将来的就业出路非常的宽广，而且在网络上面可以找到各自可以发挥的专长，那可以从事网页的设计、资料库的制作，以及网络上从事行销甚至电子商务，那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选择。世新大学传播管理学系是全台湾第一个整合传播与管理这2项学门知识与教育理念所成立的科系，培养学生在传播与管理这2项重要的专业职能。我们的学生呢，能够有效地执行传播产业的经营管理以及传播工作流程的管理。为了满足社会大众对终身学习的需求，本系于2002年在台湾成立了硕士在职专班，在2010年更在上海成立了境外硕士在职专班，提供大陆的台商在职进修的机会。而在课程的安排上，希望协助管理者将最新的传播管理知识应用在事业的创新转型与竞争力的提升。大学数位多媒体设计学系分设2组，有动画设计组跟游戏设计组。本系的目标主要在培养具备国际观以及新时代创作趋势的数位内容以及价值应用的创作人才。为了达成此目标，我们不断地扩增新的专业实验室以及设备，包括有
多媒体后制实验室以及动画游戏制作专业实验室 Motion Capture 以及专业录音室等等。本系课程整合三大领域，创意设计、数位科技以及文化艺术美学。透过这些课程，我们可以培养跨领域整合的全媒体人才。我们数媒系除了重视这些专业训练以外，更重视团队互助合作以及人文关怀之全人教育精神。传播汇流与创新管理学士学位学程是我们新闻传播学院一个非常特别的学制，它主要提供给白天有工作或是他在其他学制他没有办法获得满足的一些同学，他有机会能够进入到新闻传播学院这个领域来学习的一个课程。那主要课程的上课时间都是在晚上以及周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学位学程呢？主要是因为近年来随着网际网络的兴起，所有的传播的媒体包括纸媒网络传播慢慢的汇流在一个大的数位平台上面。那面对这样的一个产业的趋势，那新闻传播学院特别请资讯传播学系以及传播管理学系还有广播电视电影学系，我们三个系所共同的组成这样的一个学位学程，那提供给有心于未来从事汇流的同学有一个学习的机会。那未来同学毕业之后，他可以从事的领域也跟这三个系所的原来的定位是一致的，可以包括网页设计网络上的微电影的制作以及于创新管理这方面的经营，那这都是一个未来非常好的一个就业的领域。传播研究与实践期刊在最近也得到中央图书馆所颁授的最具有影响力的传播学门的，我们是排名第三名。那全台湾的在科技部里面所颁证的 TSSCI 的学术刊物里面总共只有三本，就是国立政治大学的新闻学研究以及中华传播学会的期刊，以及我们世新大学的传播研究与实践的期刊。那展现出我们在学术的论文发表方面来说以及学术的影响力来说，在我们台湾也都是居领先地位的。未来我们的新闻传播学院就是要朝着立足台湾、胸怀亚洲的方向走。台湾面对数位汇流的时代，我们的学生已经在做跨领域的准备。当然，未来我们也希望我们传播学院在大陆的努力也能延伸到其他地方，甚至到全世界。我们也会继续的努力，发扬世新的精神。